主料猪大肠500克，菜肴一个，辅料淀粉、酱油、糖、蚝油、盐、豆腐、姜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大肠去掉脏东西，用盐淀粉揉搓，然后冲洗干净，把大肠放锅里小火煮透，这样炒出来不热。青椒切块，煮好大肠冲洗干净切块，把青椒先炒一下断生，烧热油放入蒜头豆腐爆香，倒入大肠将翻炒，把青椒加入翻炒，放点糖，加入生抽翻炒，再加点蚝油翻炒均匀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